真哪、想当年哀家我不在楚国住因为列国以外分为七国，才分出这齐楚燕韩赵魏呀秦啊，秦穆公本是哀家你的天伦父啊，江湖啊，论一论哪、咱们朝中的大事完哪、臣呐、咱们朝中有三班呐、文呐、来，还有四班武啊，不知道谁是忠臣呐、谁是奸臣呐、名叫武明夫啊，他本是我父亲驾前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报国的忠臣啊，咱们朝中啊还呀有啊一个飞舞姬呀，本是我父亲驾前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卖国的奸臣啊，不提起这忠臣奸臣还作罢了啊，要提起这忠臣奸臣啊恼死个人啊，想当年我的父亲他射败了林同辉呀、聘请你们十七国的王子前来人被寻呐、各国王都带着这个千元上将啊，你的父亲只带不愿一个人呐、伍子胥一马闯出千军大队啊，这脚踢快外呀、压倒三军啊，在山前活血呀那个赖皮包
金顶啊，十七国的王子见了全都吓掉魂啊，各国王都夸吴元是条好汉啊，才叫你们出国呀，让在手寻啊，各国王都敬吴元三杯酒啊，吴元他不吃酒啊，就在他的袍袖吞呐、为什么敬酒不吃，吞在了袍袖啊，怕的是酒里头下药啊，要害人啊，各国王都回到啊，他们各国去啊，品级台只剩下你父我父吴元三。